我们现在经常可以听到一个词叫做中年危机，指的是人到中年的时候面临的种种困难，其中也包含婚姻危机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就是很多中年夫妻会选择分床睡，哪怕有些夫妻年轻的时候感情很好，整天腻在一起，可一到中年还是慢慢分床睡了。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现象的频繁发生呢？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。一、激情不在，结婚之后，爱情慢慢转变为亲情，再轰轰烈烈的曾经，也已经只能在回忆里去追寻，甚至回忆里的色彩都渐渐淡去。十几年的陪伴和相守，激情早已不在，新鲜刺激感早已远去。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导致的争吵反而越来越多，相互欣赏已经成为过去，现在只能从对方眼里看到满满的不耐烦和深深的厌恶。所以，此时睡在一起，成就了一种毫无意义的仪式，成为一种折磨。如果此时有一方在出轨或者双方出轨的话，那么就更容易导致分床睡了。因为到了这种地步，还没有离婚的，大多数都是看在家里老人的面子上，以及顾及到孩子的成长，所以分床睡就是很自然的一种选择了。无法忍受的习惯，随着婚姻生活的继续，夫妻双方对方一些习惯。癖好的忍受能力也越来越差，比如有的男的喜欢抽烟，人到中年烟瘾越来越大，搞得房间乌烟瘴气，所以有些妻子受不了，选择分床睡很正常。再比如，如果有一方睡觉喜欢打呼噜、磨牙，而另一方睡眠比较浅的话，很容易半夜被吵醒，无法继续入眠，久而久之无法忍受，只能选择分床睡。三、减退的欲望。男人到了中年，各项身体机能下降很快，生活的压力、工作的压力接踵而来，再加上妻子给自己带来新鲜感的消失，所以夫妻生活的欲望越来越低。而女性此时反而有比较旺盛的需求，这种此消彼长导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，极易导致夫妻之间的冷战和争吵，进一步导致分床睡这一结果的产生。